谢范大神乃是最为人熟知的七爷八爷，又称朵亚里亚、乐亚 A 亚，他们各穿着一黑一白的长袍，又有黑白无常之称。七爷谢必安身穿白色长袍，舌头外吐，头戴长筒官帽，上面写着一件大吉，一手持羽扇，另一手可持丝巾、火签或瑜伽。集圣坛八家将的谢大神则是手持瑜伽。据传谢大神为白鹤的化身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谢大神的很多动作都与白鹤的伸展与展翅相像。八爷范无咎身穿黑色长袍，头戴方形官帽，眼眶凹陷，双瞳突出，一手持羽扇，另一手手持虎头牌或锁链，虎头牌上写着赏善罚恶。相传范大神为猴子的化身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范大神的动作是像猴子般比较灵活的。谢范将军主要是负责捉拿阴魂，如同我们阳间的警察，虽然看起来比较吓人，但只要不做亏心事，看到他们也不必感到害怕哦。